小姐，老爷，孩儿，醒醒，醒醒啊，孩儿，你醒醒啊，孩儿。赶快找郎中家！哎，是。我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？快两天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岳管家了，他让我别跟您说。啊！简直是！拿水来，涵儿，你醒醒！喝点水，儿，醒醒啊，孩儿，太好了，孩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啊，告诉爹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喂了口水，醒过来了。哎呀，不过你把他跟个囚犯一样，天天的囚禁在屋子里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是啊，我要是把他放出来，他立马就到楼外楼找那黄二少爷去。真是。